记者杨先惠台北报道，台北市政府和美国非营利组织 B 型实验室合作举办 Best for by p a y 对台北最好企业挑战赛，依据企业影响力全面评估表，分别选出员工、社区、环境等得分名列前百分之二十的企业。获得最高荣誉奖的绿藤生机，不但常年推广保护环境，员工福利也非常优渥。 甚至可在上班时间请约会假，公司还会补助电影票，对员工相当慷慨。Best for Taipei 对台北最好企业挑战赛，主要是鼓励企业跳脱传统获利的思维，能够发挥更有意义的社会影响力，像是对环境的保护、对社区有正面影响力、员工有优渥的福利等。荣获员工奖的企业有享福实业、威力公关顾问。 环境奖为享普实业绿藤社区奖为剪果子先助方最高荣誉奖则由绿藤及剪果子拿下。绿藤生机营运长廖怡文说，绿藤生机主打天然保养品，所使用的成分对环境不会造成负担，共同为环境保护尽一份心力。在员工福利的部分，若上班当天有要出去约会，可请约会假。 还能向公司申请两张电影票。公司也鼓励员工做公益，若在上班去到外面做职工，可向公司请职工家，另一家获得最高荣誉奖的企业为捡果子，他们常年推动社区建设，提供以台湾设计融合世界多种文化和传统工艺技术的生活产品。 并参与推动台北市在二零一七年成为华人世界第一个公平贸易的城市。台北市长柯文哲说：“可以看到企业在追求获利成长的同时，也能兼顾社会和环境问题。希望这些企业能发挥领头羊的角色，带动其他企业一起跟进，创造更好的台北。”